机车行驶在桥上，突然间后方骑士往前起点，就开始朝着右方机车伸出他的脚猛踹，自己车身还因此失去平衡，在桥上摇摇晃晃，差点发生车祸意外。后方机车驾驶看到这一幕吓坏了，通通降低速度，就怕不小心发生追撞事故。没想到骑士机车回舞后，继续回到对方旁边，又再补了三脚，似乎想要理论，把对方拦下来后，就在桥上吵了起来。太夸张啦！像我自己有骑车，我都觉得这样子太危险了。如果骑在他后面的话，我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办。我觉得这样很夸张哎，他这样踹人真的很危险。12号早上，连接新北市和台北市的福和桥机车道上，疑似车道太窄，两车因为超车起纠纷。仔细看看这夸张一幕，后车就这样一路踹了四脚，动作超级危险。机车驾驶人在行进当中啊，以脚踹他人啊，这个容易发生危险啊。那如果肇事的话，甚至会发生有后面车子的追撞。骑士脱序行为除了该受谴责之外，还有法可管。 TJ 角至少开罚6000元，最高18000。另外夸张的还有这辆宾士车，因为行车纠纷把对方车辆挡了下来，也害得后方来车差点发生追撞，一时情绪失控，所幸意外没有发生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记者刘世伟、张硕台北报道。